我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健身达人，平时大概多久会去？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我的频率就是有时间就去，因为他拍戏时间不固定，就是早上没戏。粉丝都是上班族，平时在办公室不方便健身，有没有什么？然后发现脸也长胖了，然后就觉得还是得减下来，把体脂也减下来，比较好看。除了去健身房之外，有什么自己比较喜欢的健身项目？我自己比较喜欢，其实我来还有做推拿。我们有很多粉可以喝一喝，有茶，有汽水，有什么要注意一下，它不能贴上。车上还准备了很多，这个当天它是可以直接贴在皮肤上的，但是它不能贴在伤口上。